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好，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57页倒数第四行，看念老的注解啊，这是借着前面的其他法门，全凭自力，莫视修行多诸障难。其他法门，净土以外的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全凭自力。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法门是全靠他力，他力是阿弥陀佛，也是全凭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所以这个法门是他力法门。除这个法门之外，所有法门都是属于自力法门，完全要靠自己啊，靠自己。在现在末法时期，斗争坚固，虽然没有说到基础，它确实产生严重的障碍，啊，让我们没有法子修行，啊，他斗争我，我不斗争他，啊，他还是不会饶恕你，一定干扰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得不到清净心啊，让你在一切时一切处所长生烦恼，啊，
常存忧虑，你的道业怎么能成就？啊，末世修行，多诸障难，这是我们亲身体受的。这些障难有没有过去呢？没有，一波过去了，一波又来了。这是眼前的事实真相啊！就是念佛都有人障碍你啊，但是念佛这个法门障不住，障碍我，我口不念，我心里头念啊，这个障碍不住。那我们看到来佛寺的极为大德，在文革十年不许念佛啊，这些大德们他们心里念佛，口不念佛，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不准拜佛。夜晚大家都睡觉了，他起来拜佛。这个法门比其他法门方便了。啊，下面列如楞严，举楞严做例子。啊，楞严经中，光明行人与禅观中之五十种阴魔干扰，在楞严经上讲的。啊，五阴。色受想行识，每一条下面，佛为我们说出十种魔境，就是障碍。啊，色有十种，受有十种，想有十种，行识都有十种，五十种。这五十种啊，任何一种靠自力都很难通过，何况五十种。所以末世修行没有人能证果啊，世尊正法一千年有证果的啊，相法一千年没证果的，有得禅定的啊，末法一万年，当然没证果的，也没有得禅定的。现在修行人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的心念佛都不能往生，啊，只是跟阿弥陀佛结一个法缘，来生后世遇到缘再修，
什么时候能往生？时间很长很长。啊，所以这个法门，古大德告诉我们，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遇到净土法门，特别是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的这个经本，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为之集注，这个因缘无比的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遇到了，只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接受，依教奉行，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在这部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真实不虚，我们要尊重，要敬仰，要深信不疑啊，依教奉行，把经上讲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经上讲的方法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以这个功德求生净土，这一生当中啊，决定得生。那么念佛人会不会遇到魔障呢？会。念佛人对付魔障有一种方法，魔不能干扰，这个方法就是阿弥陀佛。我们真正发心念阿弥陀佛，声声佛号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要相信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二十五位菩萨加持念佛人啊，头两位菩萨，第一个观世音，第二个大势至，观音师之带头啊，率领二十五位大菩萨日夜护持，不令魔障现前。那问题我们真干了，只要我们自己有信、愿、持名，
就能得到感应。那我们真心真愿，这个世间万缘放下，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一点贪念，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这就是正见少舍。幸愿持名是我们的标准正念，啊，永远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有这东西存在，即入魔土，你就脱离不了魔掌，魔控制你，你想往上升，实际上魔在干扰，让你堕落，你自己还不知道。我这两天抽了一点时间，听听潮州谢总最近这两三年不断的在办讲座，啊，度了不少人，啊，特别是监狱里的这受刑人，听了七天苦，都能够觉悟了，改过自新。啊，真正能够反省自己，过时不在外面，不怨天，不尤人，啊，囚犯不打架了，不争长论短了，啊，对人有礼貌了，说话很客气了，这很难得了。什么力量？啊，我会每天抽一点时间，把他七天的课程听完。既然这种论坛有效果，我们就得认真学习。啊，他的论坛没有老师，完全用光碟教学。啊，那我们得到这一套光碟，在自己家里，啊，每一天找一点时间让全家人来学习，等于你们全家人都参加他的论坛了。啊，认真学习，这一家人都会去看我，都会回头，啊，帮助大家断恶修善，转迷为悟，
希望每一个人学了之后身心健康，幸福美满，家庭和睦，事业顺利，社会安定，世界和谐。大有功于社会国家。光碟可以大量来推动。我看了两篇，很受感动。这好事情。我们这个地方，各地同学常常到这边来访问。到这边来，我们一起看这一套光碟。我们也参加谢宗的讲座，这个论坛。如果我们看到很满意，我们就要推广，从自己家庭开始，从自己亲戚朋友、邻里乡党开始。认真努力学做好人。他的教学宗旨实际上就是四句话。劝大家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人只要能做好人，才能保住人生，来生不堕三途。这个福德就大了。人是好人。信愿持名，必定能生净土。无逆施恶，回心向善，他也是好人呐。那么其他的法门全凭自力，得不到弥陀本愿的加持，所以稍稍有一点分别之处，真见就没有了，自己陷入魔道，自己并不知道。所以求生反而堕落了。幕后总结。是故其余诸法。84000法门。名难行道。对称这个法门是易行道。我们再看下面一段。
念佛法门，行人发心念佛，仗弥陀本愿摄受，威神加持，护持行者魔不能扰。啊，摄往生经云：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彼佛就是阿弥陀佛，就派遣25菩萨拥护行者，一切时一切处，不吝卧鬼卧神的其便也。啊，也就是这些卧鬼卧神不能干扰你。啊，你有护法神保佑，这些护法神是菩萨，带头的是观音是指。啊，念老注解里头的原文，但念佛法门同于灭法，是他利门，属于国教。因果理论、现象，我们不能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为什么？事出世间法，古圣先贤都懂得，从什么地方学习起，也就是起点在哪里？在因果。啊，真正懂得因果的道理，明了因果事实真相，这个人决定不会有恶念，决定不会有恶的行为。啊，为什么？他知道不善的言行果报很可怕，潮州谢宗办办英国教育这堂课，他很巧妙的用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让大家看到我们起心动念谁知道，我们的善念，他回应的接近非常之美，不善的念头很丑陋，让每一个人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水结晶对照一下，起了畏惧的心。啊，这个实验让我们冷静去思维。这是近代科学的发现。啊，那从中国我们老祖宗在佛陀经教里头都给我们说得很明白，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个世界是天堂还是地狱，决定在我们的念头。地球上的居民，大家念头都是善的，与伦理道德相应，这个地球就是天堂。如果地球上的人起心动念都是恶的，都是自私自利，都是损人利己，啊，没有孝悌忠信，没有礼义廉耻，也没有仁爱和平，这个地球就是地狱。啊，我很佩服谢总，啊，他能够想到用姜文博士科学实验来说明这一桩事实真相。啊，那么大家看了，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身心健康，幸福快乐，能不能做到？能，只要心地善良。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的，实际上就是十二个字，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四库啊，啊，归纳起来总结就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没人讲了，大家认为中国古代东西都落伍了，跟不上时代，啊，这个东西都不要了，社会出了问题了，啊，地球上产生灾变，灾变绝对不是自然现象，是我们不善念头之所感召。自然都是美好的，啊，随顺自然的规律就是道。啊，一年四季，这是自然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古人随顺自然。现在科技发明了，美其名为进步，
啊，人有力量用科学技术改变自然。美其名为人定胜天，天就是自然的，你能够胜过他？真的胜过他了吗？啊，气候变成异常，这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现象。啊，水灾、旱灾。吴大德讲得好啊，特别是佛经上非常明显，贪心感得的是水灾，这个地方的人没有贪心，这个地方人不就不受水灾，诚会感火灾，地球温度上升，啊，火山爆发，诚会来的，愚痴感得的是风灾。傲慢感的是地震，怀疑感的是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突然陷下去。啊，山崩地陷，古时候有，很少啊，现在很多啊。啊，特别是地陷下去，这个现象古时候有。很少，现在很普遍的，到处都有啊！啊，不是自然灾害，啊，我们起心动念，不但谁知道，美国用意念治疗的。修兰博士啊，到我们这个摄影棚来参观，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动念，坐椅板凳之道，不仅谁知道啊，坐椅板凳之道，墙壁之道，天花板之道。地板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你能瞒过谁呀？只是瞒自己，欺骗自己。啊，天地万物是有机的，活的，不是死的。啊，山河大地通通知道。啊，秀兰不是佛教徒，他是跟檀香山土著学来的。啊，里面的原理跟佛经上讲的相同。啊，用这个道理来治病，效果非常显著。
啊，他治好几千人。最难得的，他跟病人不需要见面。几千里路之外，也能把病人治好，有这个本事。啊，完全用念力。念力落实在四句偈。这个四句偈就是他的方法，就是他的秘诀。啊，治病的时候，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啊，所以他只需要病人的简单的资料。病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现在居住的地点，啊，再就是病历，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那他的病就是自己的病，自己用清净心把自己的病治好，病人的病也就好了，不需要见面。啊，看到非常神奇，非常有效。啊，治疗的方法，每一天30分钟，半个小时，要连续做30天。病就好了，不要医药。啊，四句偈，在半个小时当中念这四句话。第一个，对不起，我没有把你照顾好。啊，病在什么地方？要想着啊，我的饮食、生活习惯不小心让你得病了啊，是对不起，请原谅啊，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四句话。那用中国字12个字，念半个小时，念是用清净心念，跟我们念佛一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念半个小时，每天做半个小时，30天之后，自己病没有了，对方的病就好了。啊，用自己的念力，用自己真诚的爱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生病的人在远方啊，啊，居然这一个月之后的病就没有。不用吃药，不用打针，啊，自然病就好了。我们看到来福士
这几位真正念佛人他们的事迹，有一段类似这个事情。海贤法师没出家之前，他20岁出家的，18岁那一年，他的腿害了一个毒疮，母亲给他找医生，给他求药都治不好。他虽然年纪小，他明白了，这个病是冤业病，古人所谓妙药难医冤孽症，所以他就放下医疗了，跟他妈妈讲不要找医生，不要再为他找药。听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放下万缘，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这个病自然好了。我看到这一段，想到修兰博士念力，一心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病就治好了。那么有许多人生了重病念观音菩萨，为什么治不好？他的念心不真诚，不专一，不诚不敬，希望侥幸，这个不可能。你说是观音菩萨给你治好的，对，没错，你用他的方法，实际上是你自己的清净心，自己真诚恭敬，没有杂念，这样才好。有理有事啊，理事都搞明白，你就一点都不怀疑了。真正相信，可以远离一切医疗，自己得什么样的病都行，都能治好啊。那么佛在大乘经上常说，这一句阿弥陀佛是阿且陀药啊，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什么病都能治。观世音菩萨能治的，难道阿弥陀佛不能治吗？阿弥陀佛既然能治，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本经叫我们遇到急难恐怖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菩萨会帮助我们化解？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个地区信观世音菩萨的人多啊，他有这个习惯了。世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就老实念观音菩萨，不必改。于是我们就知道，你常念阿弥陀佛，就不必改念观音，
一直阿弥陀佛念下去，确定有灵验啊，会产生效果啊，总在信心坚定不移啊，就产生不思议的效果。来佛寺的三老一定要把海贤老和尚的母亲算进去。三老啊，海清贤公的妈妈啊，跟他自己三个人都是一句佛号，不夹杂任何一个法门。啊，他们才是真正的标准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海贤老和尚92年了，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真干，92年没有中断。念佛不碍事啊，他的事就是能跟在乡下开荒，土地都有主啊，荒地没有主人啊，开荒开出来之后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自给自足。啊，吃的东西不求人了，自己有体力，身体好，年轻，又非常勤劳，一生当中开发的荒地100多亩啊，小庙里头只住4个人，啊，那么他的农作物的收获非常丰富，4个人吃不完了啊，多余的太多了，布施给农村里头贫苦的人家啊，送粮食给他们，送蔬菜给他们啊，照顾成千上万的人这是功德啊。为什么呢？布施不求回报，这就是功德啊。布施要求回报啊，就变成福德了，不求回报
这是我们应该向老和尚学的。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末法在现前这个时代修行最好的榜样，不求名，不求利，什么都不求，住在乡间这个不起眼的小庙，没人住的他在这里安身，在这个地方念佛一句佛号念到底，日夜不间断，工作不妨碍念佛，我们有理由相信，像这样的根性，这样的善根，取得西方极乐世界3年足够了。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匠念佛3年，站着我走，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做这么事，都是自在往生的。他母亲86岁，往生前抱水饺公众特地把他的女儿侄女这些很近的亲人统统找来在一起吃饭，欢欢喜喜吃完之后，他在椅子上盘腿坐下来，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表演给大家看一生念佛，没有学过经教就是印光法师所说的真心切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佛来接引他，他欲知实质，本来住在来福寺他也想表演给他的家人亲近家人看看，真的不是假的。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欢欢喜喜的走了。当时条件很差，生活很艰难，海贤法师只用一个薄薄的板给他订了一个棺材，
啊，草草的就埋葬了。先老对这桩事情念念在怀，觉得不清不清，但是不是不孝顺，实际上是条件限制做不到。所以他妈妈往生之后8年，环境好了，他就想把他母亲改葬，啊，立碑，做个纪念，啊，把坟墓挖开，打开棺材了，人没有了。棺材里头只剩几根钉棺材的钉子，人不见了。这不是凡人呐，凡人做不到啊。啊，他到哪里去了？他真的什么都不留啊，连身体都不留。啊，所以来福寺不是二圣，是三圣。母亲表法这一招，太难得了。啊，打开棺材人没有了，我们过去听说大魔祖师表演这一招，啊，大魔祖师圆寂了，也是埋葬，啊，可是过了几个月，有人从西域回来，啊，告诉大家，他在西域遇到达摩祖师，啊，说他穿了一只鞋子，另外一只大赤脚没穿鞋子，问问这个日期呢？哎。正是达摩祖师走的那一天，明明在此地，怎么会在西域呢？于是大家把坟墓挖开，棺材打开看看，打开人没有了，里头有一只草鞋，啊，证明这个人见到达摩祖师。他不是说谎语，啊，确实留着一只草鞋。他看到是一个脚上的，另外一个脚大赤脚没穿鞋，这个做证明的，真走了，啊，先公老母亲是不是菩萨化身也很难讲，啊，总而言之，那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啊，离开来福寺回到老家，这欲知时知，他知道什么时候走，啊，没有告诉别人。啊，说走就走。
那么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真的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三个人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不求名闻利养，吃苦耐劳，持戒念佛，果报如此的殊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事先给我们看的，世尊讲经，祖师大德们注解，都在这个本子上。啊，黄念老给我们收集的，全在这个本子上。我们在这个本子里读到、学到，来佛三位大德，他们做到了。啊，细细观察，《无量寿经科注》里面每一章节、每一句话，我们冷静观察，来佛三老通通做到了。啊，所以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得到这篇光碟，这是学习《无量寿经》的总结。啊，这一篇光碟，啊，不算长的这篇文字，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我们要真干。啊，换一句话说，这三老能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关键在放下，真放下了。啊，持戒，早年我在美国净宗学会，在美国成立，我写了一篇缘起，当中提出持戒念佛。啊，戒律我们只选了五课，敬业三福，是学佛最高指导原则。佛说得很清楚，这三条：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成佛都要遵守这三条。啊，这个是戒律的根。啊，三条，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第一条讲的是世间善法。啊，我们讲
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啊，《弟子规》做到了，这两句就做到了。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因果教育。啊，有这个基础，十善业道啊，就不没有问题了。很容易啊，你就做到了，不难。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没有前面这个基础，十善业做不到啊。有名无实啊。啊，这行门的第一个科目，第二个科目是六合，三学六合，六合敬啊，家和万事兴的，不和就完了啊。今天佛法衰，衰在哪里？不和。啊，为什么不和？伦理道德圣贤教育没有学过，不能怪他，没有人教他。啊，他不是再来人啊！中国传统教育丢失了200年了。啊，他不知道，不能怪他。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好：先人无知，先人。他的父母，他的祖父，乃至于他的曾祖父，都不知道啊，无知，不涉道德，啊，无有余者，没有人讲给他听，所以他做错事情，不要怪他。我们要责怪他，我们错了。要怜悯他，要同情他，他很可怜，没有人教。啊，做再坏的事情，都不要去责备他。啊，我们要做好榜样，慢慢去影响他。啊，他能接受，要好好教导他；他不能接受，就随他去了。啊，过人造业，过人成道。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全都是自作自受。啊，怨天尤人。那是罪加一等。我们要责怪别人，心里就失掉了慈悲了。啊，不但没有慈悲心，也没有智慧。啊，智慧是了解事实真相，有慈悲心，有同情心。
啊，佛在这个经里头，方方面面给我们说得很周到啊，讲得很圆满的。啊，念佛法门。全凭他力，同于灭法，密宗也是的，完全要凭佛菩萨护法神的加持，是他力门啊，都是讲清净心。法门无量无边，但是走到最后，到达目的地只有三门，啊，譬如我们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在这个地球上从四面八方来，门路很多，但是到达学会了，你能进门进来只有三个门，这三个门绝真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走绝门，上上根人啊，绝大多数中下根人走的是正门，绝正进正门啊，依照经教修行，渐渐向上提升，放下秽土，这升到净土了，走正门，脚下你跟净土，他走的是净门，清净心。那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就能进来，心净则佛土净啊，前面两门是自力成就的，这个净门是他力加持的，不一样啊，完全靠佛力加持，但是自己要用清净心，所以心净则佛土净，心要不清净，佛加不上。临命终时，甚念一念往生，也是清净心起的作用，他最后的一念心不清净，他有夹杂，他有妄想啊，他就进不来。所以念佛人多，往生的人不多，原因是什么？心不清净啊，决定你能不能往生，关键在此地，所以放下就太重要。念佛必须一切放下，往生到极乐世界一样都带不去啊，净宗教待业往生
是带旧业，不能带新业。旧业是过去的。啊，昨天造作的也是旧业，我今天不造了。啊，我今天清净，今天能往生。昨天还造了，昨天不能往生。啊，这个说明为什么有人往生，有人不能往生。啊，这个法门到最后放下就是啊，彻底放下。啊，不能彻底就不行啊。啊，那么真正发心念佛，佛力加持，你那个心要清净，你那个心要专一，啊，决定不能夹杂，才有感应。啊，像《舍往生经》里头所说的，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阿弥陀佛就派遣25位菩萨拥护修行人，一切时一切处，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宜。你的冤亲债主找不到你，有你护法神保佑。我们看念了就是注解，但念佛法门同于灭法，是他立本，属于国教。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果，法藏比丘证得无上菩提是佛的果号。我们用果作因啊，所以行人发心念佛，我们用追顶念佛的方法，一句接着一句。华念祖老居士往生之前半年6个月，他告诉我，他一切放下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每一天念佛14万声，14万声是怎么念的？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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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接着一个。啊，我做过实验。10分钟，念1000声，啊，20分钟可以念2000多声。啊，那么1个小时念6000声佛，10个小时
六万神佛号，20个小时，12万神佛号。如果再加得快一点，20个小时够了，20个小时可以念到14万声。那么老人休息的时间4个小时啊，24小时，4个小时睡眠够了，其他时间都在念佛，拼命念佛，需要这个样子吗？做给我们看的。20个小时念14万声，不能有妄想加在里头啊！妄想进不去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半年往生，他也是在表法，表法给我们看。真正要往生，要这个干法。偶一大师说得最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真有信，真有愿，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品位高下，生到极乐世界，什么是什么品位？这是念佛功夫的前身。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心愿持名。念佛的功夫深，深在什么地方？他没有说念佛多少，啊，念佛多少没说。一念十念，如果功夫深，都能到上上品往生。一生没念过佛。最后往生的时候念十声，他上上品往生，这怎么念的？啊，深信，什么叫深？清净心深，平等心更深。觉最深，啊，用清净平等觉念上上品，用平等心念。上辈上中品上下品，用清净心念生方便有余土，终不以往生啊，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功夫成片往生，这是我们一般人都做得到的啊，就像黄念老一样，功夫成片啊，来佛寺三位大德
为我们实现的全是功夫成片啊，让我们看到的。那么这样的人往生呢，是凡圣同居土，啊，一般人是凡圣同居土，啊，可是来佛寺的这三个人，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早就证得清净平等觉了，啊，应该在什么时候往生啊？念佛三年就应该往生了。累积到92年，完全是为表法了，是为度众生的，帮助众生起信、发愿。老实念佛，那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要把它写干净啊！这样才能够往生净土。证得无上菩提，往生净土，花苞开花了，在极乐世界证得无上菩提果报。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受这些磨难，我们众生看不出来，我们众生看了不相信。啊，在这里时间这么久，身心健康，啊，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这都不是凡人能做到的，完全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一句佛号有这么大的能量，有这么多的好处，你能不念吗？啊，下面举出例子，如《十往生经》云：“佛言，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即千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我们应该相信的，佛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净宗祖师大德引《十往生经》里面的话，不是华严祖就是一个。很多啊，《大藏经》里面有说，这个有附记的，这一部经的不知道是什么人翻译的。藏经里面没有收，万字修藏收了，
传到日本，日本人收了。日本净宗大德，我们不能轻视。他们对无量寿经下的功夫深。在日本无量寿经的注解有20多种。好像黄念祖老居士这个集注里头就引用了3-4种。日本祖师的无量寿经注解。佛圆寂之前告诉我们四义法。阿难尊者向佛请教，佛陀在世，我们大家以佛为师，没有问题。教里面确实是合乎，佛不入世了，我们以谁为师？佛说了四义法，一切为师。以苦为师，要持戒，要吃苦。四义法里头，第一个，一法不一人。法是佛说的，不是佛说的，一般人讲的，一般人讲的跟佛讲的不一样，不能一。跟佛讲的完全相同，可以。第二个，一义不一语，言语说的不一样没关系，意思是一样，这个最重要。有这一句，翻译就没有问题了。翻译的什么？说的不一样。中国的语言文字跟梵文不一样，所以一义不一语。第三呢，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这部经这个法门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这叫了义。我学这个法门，我这一生出不了三界，那对我来说不了义。所以了义，每个人根性不一样，自己一定要选择，自己有把握能修得成功的。那我们冷静思维，确实。在大藏经里头，每一个法门，我们都没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唯独这一门，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自己有信心，心边持名，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们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一部经对我是了义，华严法华般若对我是不了义。我们要学了义，不学不了义。希望我们快速能成就，能脱离六道轮回，能超越十法界。最后教给我们，以智不以识，智是理智，头脑要清楚，不
不要感情动事、用事。啊，依智慧，不依感情。啊，感情决定是麻烦。啊，感情后头的主宰是魔王。因为你有情，你会把它利用。啊，智慧魔王没有，智慧后面是佛菩萨。我们只要有欲望，会冲动，会烦躁，就很容易被魔利用。啊，魔帮助你造业，帮助你堕落，这个很可怕。啊，我们用智慧，我们不用感情。啊，我们的心量拓开，能包容，能忍辱，魔不得其便，他没办法。啊，那么这部经我们得相信。我在台中学习的时候，李老师也常常引用这段经文。我们看下面这段，弥陀经里头的一段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个里头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善字。啊，怎样才是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人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我自己是以为自己善，这个不行，得用自己的标准。得要用佛的标准。啊，佛的绝对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不容易做到。为什么我们不容易？而古人很容易。啊，古人的基础深厚稳固，所以十善业很容易做到。啊，受了三皈五戒，他真做到了，真正是佛弟子。啊，我们现在受三皈五戒菩萨戒，都是有名无实，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没做到。啊，天台大师的话，名字为重，有名无实。所以首先要把善字拉倒。啊，这就是我们最近也将近20年提倡
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如《弟子规》，我们选这部书；道选的《太上感应篇》；佛选的《十善业道经》。这三样东西是学佛的根基，像树一样，树根，像一个建筑物一样，它是基础、地基。啊，如果没有这个根基，佛法不能建立。啊，没有佛法。道场里头没有真正修行人，这不是真正道场。啊，至少有一个真正修行人是道场。啊，那么这个人要是往生了，道场就没有了。下头有没有集成的人？真修行的，没有真修行的，道场就没有了。啊，有名无实。啊，我们展开经卷，翻开来，常常看到。善男子善女人，佛下面才给他讲话，给谁讲的？给善男子善女人讲的。啊，文殊经受持者，这个经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的大本，所以它可以通用的。啊，听到这部经，受是接受，持是保持，真干。啊，能够把这部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全部落实，这叫受持。啊，即闻诸佛名者，诸佛名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诸佛名。啊，阿弥陀佛是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丘。啊，这个名号用中国意思来说是无量丘。哪一尊佛不是无量丘？所以它是一切诸佛的名号，总名号，通名号。啊，那么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全念到了，一尊佛都没有漏掉，一切诸佛都会保佑你。为什么你全念到了？啊，所以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阿弥陀佛护念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啊，那么这一部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三部是同一部。无量寿是细说，阿弥陀经是简说、略说。啊，为什么呢？便于你做早晚课用的，简单明了。十六观经是讲道理，
念佛法门、念佛成佛的道理，以及念佛的方法，啊，里头有16种。念佛方法无量无边，归纳16大类。啊，念佛的名号是第16观，16种方法最后的一种是持名念佛。啊，所以3经是1部经。啊，我们今天取3经当中的《无量寿经》作为主修。为什么？它是概论，它是细说。啊，文字多，经比较长，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愿力坚固，不会动摇，这就帮助我们往生。啊，那么是这些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是故念佛人，有40离光明诸身，魔不能犯。啊，真正念佛人，那我们就能想到，像来福寺这个小庙，有这么3位真正念佛人。啊，来福寺的周边40里，有佛光照耀。啊，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不会有卧龟卧神不敢进去。啊，摄王神经里的说，25位菩萨常住在这个地方保佑，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真正念佛人，这菩萨能照顾得来吗？能。菩萨能分无量无边身，他的分身管用，不是不管用。啊，要知道，我们念佛的人，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特别是现前，现前所见的佛全是佛的化身。啊，这些诸佛、这些大菩萨都是化身大士，都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我们无法想象。我念佛25位菩萨我看到了，你念佛25位菩萨你也看到了，谁念佛谁都看到，他们这些人神通广大。啊，千万不要疑惑。啊，疑惑我们就上当了。为什么？信心不坚固，魔来扰乱。啊，心不清净，心有怀疑，把魔找来了，佛菩萨不能现前了。啊，为什么念佛人会有魔障？啊，冤亲债主很多，
主要就信心不足，常常怀疑。怎么治这个病？经教能治这个病。啊，还有怀疑的，多听经，多读经。这个经念上1000遍，念上10000遍。我常讲注解，看30遍。经读上10000遍，你的疑惑就没有了。为什么？明白了，真搞清楚了。啊，功夫就得力，自己有信心，决定得生。啊，没有生之前，自己有信心，佛照顾。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